很多人在网络上说，你还不是靠你老爸的遗产？我跟各位讲，没有错。那在这个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啊，我过世的父亲哦。今天没有他的栽培，我今天没有这样的成就；今天没有他的遗产，哦，也不可能造就星宇航空。今天有办法成立啊，这个我实话实讲，我这个人绝对不隐藏。很多人在网络上说，你还不是靠你老爸的遗产？我跟各位讲，没有错，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可是我善用它，贡献回馈给贡献给国家，贡献给社会。哦，我坦然以对，我没有拿去自己去游玩，自己去干嘛？哦，我努力的把这个他的遗愿做好。哦，然后呢，努力的。他以前从以前他在世的时候就对国家对台湾非常的有这个热情也非常关怀台湾的一些发展那当然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么神圣我仅止于在我航空界的专业，我帮忙把台湾的这个我们的民航啊可以继续让它发扬光大，让国人啊出国可以更安全，然后品质可以更好。今天是小年夜，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不过就在今天小年夜，国际航空筹备两年多航空公司在今天正式开航，上午7:25第一班飞往澳门的航班已经正式顺利开航。而今天三个航点同时启发，除了澳门之外，还有马来西亚的槟城以及越南的岘港。而现在呢，第二班要飞往澳门的航班正在进行。你看到相当多的乘客其实目前距离航班起飞的时间大概还有3小时，不过相当多的乘客已经来到现场报到，因为这个航班呢是由董事长张国维亲自领军，是有相当多的黑董迷他们特别来抢搭这个航班。我们看到这一位讲同学好了，还是这一位机迷，你今天还开了很多的飞机啊，对不对？你本身是澳门人，对，没错，所以今天就是特别要来搭黑董开的飞机，对，没错。听说你是他的粉丝，对，对，没错。OK， 超级粉丝，超级粉丝。好，那么今天的三班同时启发之后呢，其实在今天要开航之前呢，董事长张国伟还在脸书上写了一些话，他写说呢，告慰他在天上的父亲，表示说他的航空公司在今天正式开航了，也希望能够得到他的祝福。他也最后也说，他相信不会让老爸闹鬼的。好，今天是营运的第一天，现场任何最新的状况，我们随时带您掌握。先把时间交还我们的主播。你除了你的台积电，你还有什么？台积电讲难听一点，也有可能随时会走，对不对？你看现在台积电的事情变得多么政治化。竖起大拇指比赞，星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直飞飞机一落地就开心地和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吉祥物合影，只是这趟飞行还是没忍住吐露心声，痛批台湾不够重视观光。现在大家都在发展观光业啊，台湾在生产部分已经慢慢没有优势，你弄不过越南，你也弄不过这些东南亚国家，你除了你的台积电你还有什么？台积电讲难听一点，也有可能随时会走，对不对？你看现在他今天的事情变得多么政治化。直接道破制造业窘境，张国伟甚至认为台湾观光业落后新加坡一大截。他拿出樟宜机场做举例，当初新建就是参考台湾，可如今第五航厦都盖好了，台湾的第三航厦还遥遥无期。不止航空公司想进驻得用抢的，还想按联盟分，实在可笑。他认为这个是你们业者在土地而已，跟他没有关系，其实那是错误。你如果没有规划，你再怎么样的公务员，一大堆人去出差去观摩，看有什么屁用？台湾没有量，也不平均，你怎么有办法一个 terminal 一个联盟？我请问。张国伟同时也强调，扶植航空业产值很高，可以带动旅宿、餐厅、伴手礼、供应品等产业。而对此，交通部观光局跳出来回应，绝对没有不重视。
有邀请美国的三位网红来到台湾去宣传新的航空国际航空到洛杉矶。观光局一直都很努力，相关的业者或者是说跟各部会大家一起来努力。台湾各项产业都面临国际间强烈竞争，政府得与时俱进，政策够快跟得上，才能当企业的最强后盾。东森财经新闻张博祥、叶子晶台北报道。很多人在网络上说，你还不是靠你老爸的遗产，我坦然以对。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过世的父亲，今天没有他的遗产，也不可能造就新宇航空。长荣集团的争产风波还在持续延烧。七年前，创办人张荣发他过世的时候，就把他所有的遗产留给二房独子张国伟。而这张大房的张国正相当的不满，所以他就向法院提起了确认遗嘱无效的诉讼。不过遭判败诉之后，他又向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而历经了三年的审判，最新结果出炉了。张荣发在103年9月到11月间，仍然有处分巨额财产的能力，应该有遗嘱能力。本院认为，细珍的密封遗嘱符合民法第1192条第一项规定的要件，应属有效。张国正诉请确认细珍密封遗嘱无效是无理由的，所以驳回他的上诉。很多人在网络上说，你还不是靠你老爸的遗产？我跟各位讲，没有错。在这个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过世的父亲。今天没有他的栽培，我今天没有这样的成就。今天没有他的遗产，也不可能造就新宇航空，今天也有办法成立，这个我实话实讲，我这个人绝对不隐藏。很多人在网络上说，你还不是靠你老爸的遗产？我跟各位讲，没有错，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可是我善用它，贡献回馈给贡献给国家，贡献给社会，我坦然以对，我没有拿去自己去游玩，自己去干嘛，我努力的把这个他的遗愿做好，然后呢努力的他以前从以前他在世的时候就对国家对台湾非常的有这个热情，也非常关怀台湾的一些发展，那当然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么神圣了，我仅止于在我航空界的专业，我帮忙把台湾的这个我们的民航可以继续让它发扬光大，让国人出国可以更安全，然后品质可以更好。怎么样？你说什么太堵了？太堵了。现在要上飞机喽，免税商品。Tory Burch 是关着的，沈老红是开着的。太太喵逛免税品，要去那个飞机门口等 Kido。所以你的策略是最后一个上飞机吗？对，我先去观察一下情绪。那你要记得上飞机哦。好，我会。不要忘记了。那我们就东京见喽。Good morning。加价保留座位。Dirty， OK， 这是 Dirty， 我们是 Dirty Four。真的很可怕。好惨，很惨。OK， 但坐下来是不是很开心？而且我觉得一进来觉得里面超香的，有一个很新的味道。是哈、哦。对，很棒。要拍片就没有办法像商务舱那么悠闲。我拍到好紧张。好啊，这是机长广播，请代表太太在捕捉 K 董。欢迎您搭乘新航空 JX80 航空。地勤人请登机。Overland Star 飞行。机型调到飞行模式。
咕咕叮，就说我们的自动相关闭检查厕所，然后成为电子模式来检查厕所关闭完美功能。哎，他好认真，他是检查厕所，他不是去。Hello everyone, in the window closed, to see the electronic device display both internal water pump function. Thank you. Computer station. 备航模式。就是相关闭检查，要去厕所，调成电子模式来检查厕所关闭完美功能。哎，他好认真，他是检查厕所，他不是。Hello everyone, the window closed. 去上厕所。剩不到20%的电哦。对，条件不错，这有60瓦。哦，真的哎。Recaro 的，专门做那个赛车椅。对。